有三，把浴巾帮我拿过来。啊，快点嘛！我是杨有三，暗夜集团的掌门人，化身小保安，在我救命恩人严总身边陪伴多年，终于让我修成正果，等到这一刻了。严总，我来了。哎，锁神鞭，找死！你们是谁？暗夜令牌，天地玄黄，暗夜无边，有三殿下听令。说，总部命令，请求有三殿下迅速回总部。这三个老家伙没事吃饱了撑的。三大长老说，你要是不配合，里面这个女神不准动她。这三个老家伙竟没事整事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让我回去。长老命令，不得违背，请殿下不要坏了规矩。严总，等我回来。有三，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组织，暗夜，掌控着整个星球80%的财富和资源。杨有三，作为暗夜的首领，不顾家族反对，化身小保安来到严氏集团，守护在严林身边。近日，他被强制带回总部，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呢？熟悉的味道，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老大，你觉得我的普通话怎么样了？三个老头找我何事啊？不止，三位长老已经很着急了，让你赶紧抢回封神殿。小三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臭小子，你凡尘女子欺暗夜不顾，我听成何体统？不务正业这么多年，应该有个限度了。今天你必须回来，老老实实给我成婚。三位长老，你们就别说有三哥哥了，等他玩够了就会回来的。放开！别以为你们是三大长老就能包办婚姻，我有我自己的爱人，想让我娶我不喜欢的人，不可能。我再劝你最后一次，如果你再不听，我们就集齐长老密令，重选掌门人。随便。有三哥哥，要不你就答应了吧，别惹长老生气了。滚开！这掌门之位我宁可不要，我也绝不会娶你为妻。哼，你可别后悔。哼，天地玄黄，暗夜无边，重选掌门人。三个老头，你们够狠。